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4日星期二，现在呢验证声明这些呢都是会改在星期二出的，由于骗徒是继续还在运作，所以只有继续出了。如果找到是有个人自称是石镜泉，跟你这个是以电话上面或者电脑上面跟你有所谓的是对谈的，那个呢就应该不是我了。有疑问的话就请你打1832。好，我们再看看，就是这个的是行业，这个行业方面来讲呢，行业方面来讲呢，今天呢就是你找得到呢，就是这个新的是板块里面呢是银行是欠缺了的，有些地产啊，有些汽车啊，有些半导体这样。咁即係無論點都好啦，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和和妥妥嘅升幅嚟嘅啫。